One K coming up next.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Fiesta 的曹璐。秋天就要到了，天气也越来越冷了。然后我呢，就每天到晚就想着吃东西这件事情，火锅、麻辣香锅、羊肉串。不能再去想吃东西这件事情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周 1K Call Me Up Next 有什么样的新鲜消息等着我们呢？一起看看吧。上一周 1K 的热播视频 Original Hub 点击数量最多的内容是 TINTOP Melon Premier Showcase， TINTOP 带来更加成熟的舞台与我们相见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1K Original Soon，以下是九月第四周公开的内容。情歌女王 Linna Park 到底是谁的粉丝呢？她告诉我们，自己爱唱的歌曲和喜欢的歌手将在25号公开。K-pop Soon， 以下是这一周公开的预告视频。生动的说唱遇上了富有节奏感的歌声，实力派嘻哈组合 Troy， 敬请期待他们为我们准备的崭新音乐。韩国情歌歌坛的教科书 Kim Bomb Su AKA BSK， 他变身秋天的男人回归歌坛，让我们一起关注他感性的歌声吧。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周公开的新专辑。天气越来越凉爽，早晚的温差也越来越大，希望大家注意身体，不要感冒了。下周见，不见不散。